哦，对了，另外一会儿发布会，你得出面替苏醒澄清酒驾的事情啊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去吧。一会儿的发布会，你不许去。我告诉你，公司请你来，不是让你去为某些人辩白的。粉丝要的什么知道吗？粉丝是要的是你完美的人设，完美，懂吗？你已经不行了，别自以为是了。薛总喊我去办公室，叫我不要跟新哥一起趟这趟浑水。热血乒乓的官方宣传海报出来了，替代新哥出演男一号的是陆亦文。Peter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我可不是你们公司的垃圾桶，你们这秦月呢？他是什么咖位？这摆明了靠我们这部戏往上增热度呢。我们之前录的节目还有被偷拍的照片已经曝光了。他不是要断咱财路吗？我断他生路，我倒要看一看他和他那个吸血鬼经纪人怎么翻身。魏总，很抱歉，因为我的原因耽误了贵公司的车展。怕是看到了我们的违约金才说出这样的话吧。